可我过去哪叫观台的？去拍素颜，拍素颜要有一点，我可能双脚就会控制不住站起来，走去他们的房间，偷偷的按那个门铃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个转身绕过去，然后不好意思，三条哎，不能用送的啦。你也没什么好遮的，要遮什么？干嘛？你们里面有人是没穿衣服的吗？我先不拍你，看看你们到底在干嘛。看起来没什么事啊。干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走那个走廊的时候，全部地方都长得完全一模一样。我是听声音听过来的，因为你们够大声。我是每走一个走廊，然后停下来听。如果我在半夜，就是半夜刚刚走廊啦、啊，然后对面有一个女的穿得像你这样，然后站着干我，他会直接跑。我讲认真的，为什么你可以穿那么恐怖啊？你看，一个是完全倒地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不知道我有穿跟女鬼一样的。干，我做过衣服，给你们看一下那个，我说那个超好吃的那个，这一盒1000日币。这是什么？那什么？那不是开关器耶、欸！我先拆一个试看。那很开关器很脏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它完全软的、欸。这个是它完全软的、欸。干嘛的？这是干嘛的？这是干嘛？这是夹什么的？这是哪里的？这是干嘛？不是，我问一下，这是干嘛的？夹冰块的，夹冰块的，好吃吗？蛮好吃的、啊。只是冰的更好吃。我现在可以，我现在有办法拍你们吗？我问问题，然后你们回答。原来我问问题叫审判人哦，看我也是不了解，我也不了解，我不就是跟你们聊天吗？我只想说，对啊，你原本不是蛮排斥去。我没有排斥，其实我只是想到，哎呀，裸体好讨厌哦。你不喜欢裸体。不，你不喜欢裸体？那谁喜欢裸体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问问看你旁边两位啊，你们平常不是开会吗？他喜欢的，看凤梨这个笑脸，感觉他应该是蛮喜欢裸体的。等一下讨论，你先好好想想怎么说。对啊，反正后来挣扎到一半，后来是决定想要去的那个医院。所以你们两个一起去泡了。看不到是怎样？你好好讲话哎、欸。他讲，然后你的手刚好跟我一样。啊，你们会觉得就是像这样坦诚相见，泡一下感情会更好吗？好看吗？正常来讲不会认真看吧，在那种场合不会啊。我没有想说看他裸体的心态去啊。啊，你们有去争吗？没有，我因为热到快。你们是害羞所以不去蒸吗？不是不是，真的很热。好可惜，昨天应该要让凤梨让跟你们一起去泡的，一起泡过会感情比较好吧？不是吗？一起泡不会感情比较好？不是。一起泡汤聊天，跟你直接看到一个人全裸在面跳是两回事。他就是自然人的肉，对，不是不是，而且他们。
你们会觉得这样很怪吗？不会，我只觉得很好笑。平常没有这样的经验过。很好笑。哦。